我们现在确诊的18号床病人就是桑伊村人，在西非爆发的埃博拉疫情正式确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，抗击埃博拉成为国际性联合行动。 接过国旗，象征着我们医疗队已经踏上了征程。我见到那么多的病人，一个一个的倒在我的面前，什么办法都没有，你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。想要对抗死神，不仅仅需要勇气，还需要恐惧，需要冷静，需要制度，需要配合。 需要每一天、每小时、每分、每秒，都做到绝对的万无一失。Ebola keeps people from being close. You can only try to face it fearlessly. Love。整个人说了都对，可除了是医生，我们首先是人。你还是不懂非洲，这样的拥抱可以给他们力量。 埃博拉来了，他不仅带走了爸爸，还让整个卡巴利亚陷入了无尽的痛苦和绝望当中。我真的很害怕，还要替爸爸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事。以后我们一起带着这个害怕，去完成你爸爸想要完成的事。